在复大、时间过很快，其实六年就这样过去了。可是我觉得在这六年当中最精彩的就是属于我和一五一的这两年。我觉得从一五一的开始到现在剩下的末了，都让我很有温暖的感觉，这是一份家的感觉，因为大家都是真诚的待人，然后真心的关怀，不管快乐也好，悲伤也好，大家总是常常在一起，一起分享着彼此的事情，一起成长。从一开始不习惯阿芳的那种无为而治啊，到现在大家这么有凝聚力的一起拼职考，我相信经过这两年的磨练，我们不只是在学业上有所进步，我们在心灵跟与人的相处关系上面也有长足的成长。很高兴能在这个班级和大家一起谱出这么美好的回忆，然后同时也要感谢我身旁的那些许多好朋友，在我悲伤难过的时候总是支持着我。我一直觉得最幸运的，在复旦六年最幸运的就是能得到大家的关爱和朋友的那种关心的感觉吧。我想我真的很谢谢大家，也希望我们在十年后再拿出这篇影片来看的时候，都能够再回忆起这两年来的种种回忆。真的很感谢大家，谢谢。